小姐在等人吗？你带这么多行李要去哪里啊？老婆，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过二人世界了。那又怎么样？所以我就和 AirAsia 特别安排了一套 Langkawi 的浪漫之旅，顺便也庆祝我们结婚22年周年纪念。你说 OK 吗？你这么花心思，你说能不 OK 吗？那 OK 就走咯。听说 AirAsia 的热餐很好吃的，好吃吗？嗯，香甜美味，好好吃的。五星级 Meredith Springy Beach 酒店，漂亮吗？漂亮。嗨。Thank you. Thank you. Come. Cheers. Cheers. 哇，好漂亮，好舒服，哇，海景。这是 Crystal Yacht Holiday 帮我们安排的游艇。嗯，我们先出海看夕阳，然后就在上面吃烧烤大餐。听起来还不错啊。好嘞。这七间井是因为被间隔成七个天然的水潭而得名的。可是我比较喜欢这样的说法，传说中呢，水潭上面有仙女沐浴，所以才命名为七仙井。啊，OK OK OK 酒店旁的沙滩在夕阳西下显得更灿烂了。我们已经很久没在沙滩上漫步了，老公。谢谢你为我安排的这一趟浪漫之旅。